好的，大家好，咱们瑜伽锻炼现在又开始了。今天我们还和每次一样，先做一做颤掌。新来的朋友们有没有？就是颤掌的时候，手臂和手背是平的，然后你的手尖就手指头上下动，就是。锻炼我们的微循环，微循环畅通了，我们的血气就相通了。我们今天，做前面几个动作啊，就是平时要做的这叫上引颤掌。我有时候是做全套，就是做一个动作，就是所有地方都看过了，这是上引颤掌。然后呢，这个两个脚是和肩同宽的啊，下引颤掌，下引颤掌的时候，两个手手心向下。这每一个动作，就是一天做3分钟，你一个动作可以一次，就是每天只做一个动作，那一个动作做3分钟，不管是上引颤掌还是下引颤掌，如果你真是这样做3分钟，你的手臂会酸疼酸疼。当然这也没什么坏处，你坚持下去，没准你的手臂的那个酸疼感没有了，这就是锻炼的效果。OK。今天我们在做一个洗心颤掌。洗心颤掌的时候，是从弧度那个方向是这样子的啊，这样子方向的，它是手颤。现在回到你的胸前，然后一个圈回来，我们算7次啊，一次了。2次。3次，4次，5次，今天有工作做老板长这样，6次，告诉我这个图是谁？7次，还有一个就是我现在跳过来，我不是从头到尾啊，因为我没那么多时间。就是晚上睡觉前，或者是早上起来，你有的朋友有高血压，你早上忽然之间一起来，一站起来，可能血压就会升高。那么我们有一个，就是这个叫在脑袋这个地方颤，你早上起来坐在床上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开始颤一颤。睡觉之前呢，你也颤一颤，这样子的话，这个颤掌的时候是慢慢的啊，我现在是从右往左，然后起来，也是在颤7圈而两次了，3次了。4次了，5次了，6次，7次，然后往右啊，从左往右，一，二。3、4、5、6、7、
有的朋友唱完了以后，做了七次了，可以了。唱完了以后，头可能会有一点晕的感觉，这个没有关系。我们一般在睡觉之前做这个比较好。OK，现在我们收一下，这样子，三次，一次，两次，三次。我一直在说，就是我们怎么练我们大腿的肌肉，怎么有益于我们的膝盖。那么没有别的选择，就是最好的选择，不是没有别的选择，最好的选择就是深蹲。那么我建议大家呢，每天做那么一两次深蹲。开始的时候呢，你可能会有点吃力，也许会酸疼，膝盖和大腿酸疼。都没有关系，只要不是刺疼，你就一直坚持下去，每天练上两次。这个深蹲呢，你怕摔跤的时候，最简单的办法就是，就你后面有个凳子，你就想象到后面有一个凳子，你就去做。真正你这个横过接触了这个凳子的时候，你肯定就要起来。当然，就是标准的做法就是你的两个脚。就是往外一点点啊，小小的往外，然后呢，吸气下去，往后坐，出上来。那么这个有的朋友可能能够做到90度，有的朋友只能做到这个样子，或者有的还可以更下去，这都在于你自己吸气的时候下去。吐气的时候上来，一吸吐二一三一吐四吸吐五吸吐六吸。吐，七，七，吐，八，七，吐，九，七，吐，十。我们这个叫做等张式，还有一个等长式。什么叫等长式？就你一个姿势坚持待着啊。现在我们再蹲下去。然后手伸进去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怎么样？有点酸疼吧？OK，现在接下来呢，我们来练肩颈。两个腿是脚稍微打开一点点，两个手尽可能合到一起，然后吸气，脚跟垫起来，手往上升，翻展，吐气。下来，吸气垫脚，翻掌，吐气二，吸气垫脚，翻掌，吐气三，吸气垫脚。翻掌，吐气，四，吸气垫脚，翻掌，吐气，五，吸气垫脚，
班长吐气六，吸气垫脚，班长吐气七，吸气垫脚，班长吐气八，吸气垫脚，班长吐气。九，吸气垫脚，班长吐气。九，吸气垫脚，班长吐气十，做15次。吸气垫脚，班长。吐气11，吸气垫脚，班长吐气12，吸气垫脚，班长吐气13，吸气垫脚，班长吐气14。吸气垫脚，班长吐气15。OK，现在我们再练一下扭腰啊，两个手这样，吸气往右往后吐回来，吸气往左往后吐回来，一。吸气往右，吐回来；吸气往左，吐回来。二，吸气往右，吐回来；吸气往左，吐回来。三，吸气往右，吐回来；吸气往左，吐。回来四，吸气往右，吐回来，吸气往左，吐回来六，吸气往右，吐回来七，吸气往左，吐回来七，吸气往右，吐回来。吸气往左吐回来八，这个只做8次。现在把手放在肩膀上，再活动一下。我喜欢多活动一下肩膀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往后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六、七、八，然后我们再放松一下，吸气，就是你的手臂是那个放松的下去，然后这个背往里，五，打开，七。五、二、七、五、三、七、五、四、七、五、五、七、五、六、七、五、七、七、八，OK。现在用右手抱着脑袋往右拉，眼睛去看你的腋下，用左手抱着脑袋往左拉，眼睛看腋下。现在把脑袋抬起来，嘴巴张合10次。
您的脑袋回来，用你的下巴去找锁骨。提起起来，如果你的下巴找不到你的锁骨，是什么原因啊？脖子。OK，现在我们把手伸出去，稍微窝一下啊，不要平平的窝一下，尽可能甩开，去拍另外一个背的后面，尽可能拍远一点。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。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。OK，换另外一个手，甩起来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。OK，就是有些动作吧，虽然是重复做，还是得多做。简单，但是有用。现在把左脚抬起来，就靠近你的身体。你坚持锻炼一下这个，你的大腿的力量会增加很多。你做这个动作的时候，如果很难，你可以放下来一点点，只要一个脚在地上，另外一个脚没在地上，就很好啊，如果你能够坚持超过45秒，38岁以下，OK，就是你平衡比较好，咱们还可以活动活动，是吧？不浪费我们的练脚，我们练练手，拉伸一下。那脚伸出去，看到没有？我一下子没有 concentrate，我自己就会倒。就是要你一定要就是关注住你自己的呼吸，关注住你自己的每一个动作，这样你才能够真正有收获。你要是跟着我做着的动作，你要在看着电视干着什么东西，这个收获是没有多大的。OK，脚抬起来。你的脚如果能够抬高和这个膝，这个大腿能够靠近你的身体，是哪个地方好？是我们的髋关节。OK，回来。有很多朋友啊，他的腿的力量很好，但他这个脚他就抬不上去，为什么？髋关节太紧了。有很多人换髋关节、换膝关节，咱们坚持锻炼，咱们人眼不要换。OK，放下，应该超过45秒了，换另外一个脚。脚伸出去，往上抬，再回来。大家平时这个放下，平时多多练练，多多练习这个，哪怕没事的时候。如果你练不了，你一个手去扶在这个墙壁，还有呢，要练我们的腿的力量的话，把这手是这样子弯起来，这个
脚拔起来的时候，你有什么感觉？那你这个脚就靠近你的大腿，有什么感觉啊？大腿酸酸的，是不是？这个动作平时也多练。OK，练完左脚，练右脚，你可以扶着墙。这个大腿，它会酸疼酸疼，是不是？OK，放下，活动一下。我们现在的瑜伽呢，我会注意一下这些力量，锻炼我们的核心力量啊，腰背部腰颈背部的背部的肌肉和这个核心的前俯的肌肉。OK，现在我们还是先做一次一个套路，这个套路呢不难，每次都经常做，但是他做完了以后。全身都拉完了，OK。现在左脚的脚尖朝前面，右脚的脚尖朝前面，左脚朝侧面啊。扭疼，两手拉平，吸气往前爬，出左手去抓脚踝，右手指向天花板，眼睛去看右手，均呼吸。现在你的两个手在一条直线上，呼吸。OK，吸气，海底捞月，脚成弓箭步，刚才是直的，现在成弓箭步。这个大腿呢，根据你自己的力量，尽可能往下压，让它平行地面，但千万注意膝盖不能超过脚尖。OK。随着你的呼吸往右拉，吸气，手握拳头，轻轻的放在大腿上，出，右手指向天花板。随着你的呼吸，慢慢的往下压。现在我们的手指向了侧面。你感觉到手越伸越长，深呼吸，吸气，右手去抓左大腿，眼睛越过肩膀往后看，均呼吸。吸气，右手撑在垫子上，出，打开，眼睛去看上面的手，你的手尽可能往上、往后拉，告诉你自己，为了不得肩周炎。OK，吸气起来，出，右手放在左腿的一侧，左手平行地面。眼睛去看左手，均呼吸。OK，回到正前方。现在，我们的右脚指向侧面，左脚指向前面。扭疼，两手拉平，吸气往前拿，出，右手去抓脚踝，左手指向天花板，眼睛去看左手，均呼吸，吸气，海底捞月。脚撑弓箭步，你如果打得不太开的话，注意膝盖不要超过脚尖。
随着你的呼吸，慢慢的往左拉，去拉伸你的左右侧和左大腿的内侧。吸气，手握拳头，轻轻的放在大腿上，出。左手指向天花板，随着你的呼吸，慢慢的往下压。现在你的手指向侧面，你感觉到手越伸越长。均匀呼吸，吸气，右手去抓左大腿。左手去抓右大腿，眼睛越过肩膀往后看，均匀呼吸。吸气，左手放在垫子上，出，右手打开，眼睛去看右手，均匀呼吸。吸气起来。出，左手放在右腿的一侧，右手平行地面，眼睛去看右手，均匀呼吸。OK，吸气，回到正前方。现在用两个手去抓脚踝，脑袋去找地面，让血液流向我们的脑部。均匀呼吸，两个手撑在垫子上，往前移动，8米的地方，胳膊肘下去，脑袋去找地面，臀部抬起来，背部挺直，均匀呼吸，让血液流向我们的脑部，预防高血压。减少我们的白头发，均匀呼吸，两个手撑在垫子上，两个脚往内收，与肩同宽，蹬下去。现在你感觉到你的大腿和小腿是两个是粘在一起的。现在两个手心向内挤压，胳膊肘把你的大腿撑开，均匀呼吸。OK，吸气，慢慢的起来，一定要慢啊！同一双手，按摩一下脸部，出汗了没有？再搓一搓手，按摩一下背部。现在我们休息1分钟，喝一点水。我是看到有视频打开的朋友回来了，我就觉得这1分钟就到了啊。现在还有一个朋友没回来。咱这个练瑜伽的时候是可以放把水
杯放在旁边，随时呢喝一口水，补充一点点水分。好啦，不回来我也没办法了，咱们练一练 balance。OK，机器，左脚靠近你的，靠近你的身体。用你的这个手去抓住你的这个膝盖窝，然后吐气，打开，脚打开，手打开，这样子就挺好的了啊。如果你要加强一点呢，先用手去抓住脚趾头。然后呢，我是说大腿平行地面是这样子的，有点难度，但是呢，咱们愿意这个样子，也还锻炼了我们的这个大腿的肌肉，也挺好的。OK，现在我们把左脚放在右腿上，坐下去。两个手举起来，OK，慢慢的下去，用你的手去找地面，但是不要撑在垫子上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把两个手放到后面，OK，吸气起来，是不是有？这个站立的这个腿有点酸疼的，我们拍一拍。每一个动作完了以后，我们就放松我们的肌肉，这样它就不会做完了以后就不会酸疼。瑜伽总是对称的，所以这个脚辛苦了以后，还得辛苦这个脚，这条腿。OK，吸气，把你的右脚靠近你的身体，出，脚打开，手打开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手抓着脚趾头。然后，大腿平行地面，你也可以直直的这样拉起来，把这个大腿拉一拉。OK，现在把右脚放在左腿上，两个手举起来，慢慢的往下，去找地面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把两个手放在后面，它可以吸气起来。我的左腿总是不如右脚，为什么？我小时候练踢房子的时候，总是用的右脚，是吧？所以这个右脚呢，它肌肉更有力一些。OK，八轮死完了，我们现在，躺下来吧。我刚才答应大家了，做一点这个练习我们的核心力量。今天呢，我们先练习我们这个地方，这个腹部的这个前面。大家躺下来，把两个脚去靠近你的臀部。现在这个地方是软的，是不是？你摁到这个地方挺软的。
然后你的手和身子起来，慢慢的往前移动。你再去摁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就紧起来了。慢慢下去，做10次啊！一、二、三，吐气，三、二、一，下来，吸气，上，吐气，下，回来。再吸3次了啊，吐，四，吸，一点一点上去，吐，下来，5次了，吸，上去，吐，下来，吸。上去，吐下来，第7次了吧？吸，吐，八，吸，吐，九，吸，吐。OK，我们现在把脚伸直。你的脚现在和地面成两度的角度，有两种选择啊，一个选择是脚弯起来，然后继续吸气，吐，再回去，这是一种选择。还有一种选择呢，脚也是在两度的地方，吸气，吐下去。一次了啊，你们自己选择你哪一个适合你。如果你这个背部的腰背部的前回发了的话，你这个动作呢可能只能是这样做。如果你的背部力量还挺好的，你就可以伸直。OK，吸气，吐。二，吸，吐，三，吸，吐，四，吸，吐，五，吸，吐，六。一，吐，七，吸，吐，八，吸，吐，九，吸，吐，十，现在10次了。现在我们锻炼一下侧面啊。你的脚，两个脚，大概和身体差不多的宽度，靠近你的臀部，伸直起来，然后左手去碰左脚，然后右手去碰右脚，一、二、左、右、三、左、右。四，左，右，五，左，右，六，左，右，七，左，右，八，左，右，九，左，右，十。辛不辛苦啊？如果不辛苦的话，再继续做好不好？刚才练的是背面，但是我们还要练前面，趴着练，实际上是练，刚才是用练的腹部的核心，现在我们练背部，
练。背部怎么练呢？现在我们第一个动作是练我们的肩背，起来一点，这样撑着起来。OK，吸气，出，吸，一，吸，二，吸，三，吸，四，吸，五，吸，六，吸，一。七、八、七、九、七、十，OK。现在真的是肩背，我们怎么练我们的腰背呢？我们一直的做那个眼镜蛇式是吧？我们做眼镜蛇式的时候是全部撑起来。现在我们做的时候啊，大家用你的手去靠近你的身体。然后慢慢的起来，坚持20秒，是不是在腰部那边在用劲啊？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。啊，一，OK，怎么样？出汗了没有？没有出汗的话，再做一个。胳膊肘放着，现在脚尖垫起来，平板，实际上就是平板。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OK，少做一下吧。我已经出了很多汗了，我希望大家也没有白做。OK，对不起，还要做，躺下来。刚才腰部练得比较费劲，现在让大家做一下蹲式、桥式，这样子的话。可以缓解一下，吸气，出，慢慢去靠近链子，再吸，出，吸，出，吸，出，5次了啊，再吸。出六七，出八，出。OK，滚坐起来，按摩一下我们的腰颈背，滚一滚。一，二，三。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有一个动作好久没做了，要做一次，那就是鸽式。这个有本事的人呢，把脚呢和。呈90度，我们呢，一般的人呢，只能是斜着了啊，就这个样子。吸气，出，趴下去，吸气起来。这样子就可以了啊，我们的要求不高，如果可以的话，你再用你的手肘把你的脚尖
脚背抱起来，靠近你的大腿，然后这个手从后面和这个手相扣。这个不是要求每一个人都必须这样做的，我也是练了很久以后才会的。OK，换一个方向。吸气，出，趴下去。吸气起来，这样就挺酷的了，是吧？你能做成这个样子就可以了。如果可以的话，continue。用你的手肘抱着脚背，往你的身体方向靠，然后两个手相扣，为什么做这个？刚才我们全是这种撑啊、压呀，就是做一个拉一拉。现在还有，咱们再做一个，这个吧，摇山晃海吧，放松一点。现在左脚在上，右脚在下，两个手放在膝盖上，从左边开始啊，吸气，吐，一啊，再吸。五、二、七、土、三、七、土、四、七、土、五、七。土六七土七七土八，OK。现在把左脚放在下面，右脚放在上面，从右边开始转啊。吸气。五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。八，OK，现在又开始我们的蝴蝶式。刚才做了这么多了，这个大腿就容易下去多了。我们呼啦呼啦一下治吧。有的朋友一直会觉得他的这个髋关节很紧，其实没有别的诀窍，我们就是多练啊。现在我们按一按，把它按下去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OK。现在再呼啦呼啦一下。再闪一闪我们的翅，蝴蝶的翅膀，就又容易一点。OK，现在我们把脚尖往前伸，吸气，出气的时候用额头去找脚尖，
机器出额头最高奖金，机器起来。刚才我们背是驼着的，用额头去找奖金。下面我们做一个背不能弯的啊，把脚靠近你的身体。这次下去的时候是用腹部去找脚后跟，吸气，出，吸气起来。OK，方诺时刻。我们现在用我们的大脚趾头去亲一下鼻子，全是汗。换一个，还可以亲得了。哪一天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脚放到脑袋的后面，放到这脖子上去啊，等待着。最后一个动作，倒立。开始倒立以后，大家的脖子。脑袋不能再动了，这个动作非常非常好啊，让血液流向我们的脑部，然后锻炼我们的肩颈，在按摩我们的肩颈，是不是？这个动作做1到3分钟。大家继续。请大家把外套和袜子穿上。瑜伽仰卧放松休息术，仰卧于地面，双脚微分，双手手心向上，手臂向两侧打开30度，身体呈一条直线，闭上眼睛，全身放松。注意感受自己的呼吸，让你的呼吸缓慢、深沉。从两脚开始，两脚的大脚趾正在放松，其余的脚趾头。脚背、脚底、脚跟、脚踝正在放松，两小腿胫骨、小腿肚子、两膝、膝盖。膝盖窝放松，大腿前面肌肉
大腿后面肌肉、髋部、腹、臀部、膀胸、把注意力放在背部、肾脏、下腰背。上背、膀胸、左腹、五内脏器官、胸腔、肋骨，感觉到心脏正在放松。再把注意力放在肩膀、肩关节、上臂、肘部、前臂、手腕、手指头、手背、手心，放松。注意力放在头部、头皮、后脑勺、额头、面部、掌中、脖子的前侧、后侧、左侧、右侧。放松，现在感觉到全身从脚趾头到头顶，感觉到从脊柱的顶端到顶端，全都放得很松。你这活动活动这手脚，握紧拳头，握得紧紧的，松开，再来一次，握紧你的拳头，松开，再来一次，握紧你的拳头，松开。OK，现在朝右躺，左手撑在垫子上坐起来。现在我们做一下瑜伽的基本坐姿，就是新来的朋友啊，你们就这个样子就可以了。如果可以的话，咱们做半莲花坐。如果你可以的话，就跟我一起做双莲花坐。双莲花坐的话，我说过很多怎么就是注意的事项。那就是要锻炼我们的髋关节、膝关节和踝关节。OK，现在我们收工，吸气，出，吸。出，吸，出，谢谢大家。OK，心底你可以停了这个 recall 的。谢谢老师。